那个节哀乐，年节之后了，记得哦。你来，我们都来一下，因为大家每次都用我的车。不用，把它接。帮我看另外那边，那车多少钱？来，那我们船上那两排正好都是什么？有一个讲解员给大家讲，不要两个都在那边讲啊，让他藏。他抢了。王伟，王老师，这边的这条呢叫做西湖，东畔，东畔之后呢，苏俊的西湖啊，来把西湖的淤泥挖出来之后堆积而成的一条长堤，全长有2800米。啊，那么它也是，这一边呢叫做孤山路，在我沿着，那这个雕像呢被国父称为叫巾帼英雄秋瑾啊，那秋瑾呢是生于绍兴啊，那这个西泠农舍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个第一任的社长啊，叫做吴昌硕，都曾经任职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等一些工艺品啊，那么。经过了这个白墙黑瓦圆西湖风味餐啊，那么楼外楼呢用了那首诗叫做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那楼外楼后面还有一座小房子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绿顶的这个小房子呢叫做文澜阁啊，那么这座小房子呢在最早的时候呢是上海警备司令啊，杨虎所建的房子啊，那么曾经呢就用来度假的。那啊，这座山呢叫做孤山啊，孤山，等一下再来给你讲孤山。那这边我们会有看到有一个，刚才其实经过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有一个房子啊，黑瓦的房子，这个是浙江省博物馆，浙江的国立博物馆。我们刚才看到的西泠银舍，西泠银舍的后面也有个博物馆，就是南宋的都城152年定都在这边。所以在我们周边都可以看得到，它茶叶博物馆里面全部都有的勾结，它不是有卧薪尝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镇馆之宝在这个浙江省博物馆里面的啊，日平无秋月啊，在那么每年的中秋节，我们这边坐船把奶吃在门外的，在西湖这边啊。那么后来呢，杭州人呢为了缅怀我们的也是市长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，把这条全长1公里的白公堤呢，简称叫了白堤啊。但是那个是不是种在河边、小河的边上、湖的边上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种柳树啊？柳树柳，有那个朋友要出远方，我们就会种一棵柳树啊，取那个谐音。啊，就好像到了苏州，苏州人喜欢种樟树一样。啊，边坐同样的船，你看过去的景色是春意盎然、桃红柳绿、万物复苏的景象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白堤上面呢，我们一棵桃树，一棵柳树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左手边呢，又经过了一座桥，这座呢叫做锦带桥。啊，那这座锦带桥呢，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，走在桥上不小心啊，自己的腰带、玉带呢落入了西湖中，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呢就把这座桥呢取名为叫锦带桥呢，孤山不孤，断桥不断，啊，这就是杭州的三大特色。那我们通过了这个白堤，看到对面有一座山，是不是？哦，苏山。那么在这座山的上面，我们会有看到有一座塔。这座塔瘦瘦高高、细细长长的，叫做宝书塔。整个塔高像这座塔呢，在宝书塔越国的时候，北宋时期千年之前，越国的时候就已经建成的。当时呢，杭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，越国口天湖越南。
一点越过来，但是我们这边有个国王，还有边境前景啊，早安到这个造访行啊，我们是去反思一下，好，你到底要不要列入我们宋代的国土？所以一旦发生战争，他来协助谁？台湾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当领袖呢，因为在以前呢，教那个统军的方法没有行，为了祈求保佑我们的皇帝，保佑我们的宝珠呢，单人旁一个保护的保，保佑的单人旁一个叔叔的叔，单人旁一个叔叔啊，就是之前皇叔的这一个人的啊，所以他也是什么桥？猜猜看叫什么桥？叫什么？断桥啊，断桥。姐姐，姐姐肯定有看到过啊、哦。这个叫断桥，答对了，但是答对没奖啊、哦。断桥不断啊，不要以为断桥是那种两断，是这样子的啊。这座白堤一点点，为什么叫断桥？到了断桥这边就断掉了，白堤就断掉了，这是第一个断。第二个断呢，在断桥上面有三个月后。来看断桥，这太阳系就是断桥。OK， 太阳西沉之后，桥梁这一面会接受到，所以站在远处望下来，这座桥好像是断掉一样的，所以取名叫做断桥。但也是白蛇传断桥的那个啊，许仙跟那个白蛇的娘娘在那个，啊、为什么是前就在这个断桥？啊，那前世。啊，多少个前世呢？你算一下看，一千年有多少个前世？无数个前世。啊，那么有一次呢，许仙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带他到西湖这边来玩，给佣兵在天上啊，啊，看到了这个他整个一个情景。一千年的功力，这个仙丹掉下来了，啊，那个乌龟就上去啊，上去就想去咬，咬。啊，那么哪知道边上这个时候有一只白蛇上来了，就把那个。仙丹给抢过去了，忽然之间就化为了人，啊，所以那个乌龟就看到这个白蛇就非常的恨呐、啊，啊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对不对？那同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嘛。你看那个法海，啊，这么多的妖魔鬼怪他不去管，偏偏要去管那个白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抢了他的这个仙丹嘛，啊，抢了仙丹之后，但是后来的。啊，这个白娘子呢，为了要来报答许仙，啊，他请了高人的指点，神仙的指点，啊，神仙指点说，你在哪一天中秋节的时候，到西湖的断桥，你去看，啊，这个人既是最高的，又是最矮的，啊，这个当许仙跟青蛇啊小青来到了这个断桥这边呢，啊，这个小青呢手指了一下那个许仙，他说，姐姐，这个就是你。所以西湖里面一定是你看不到有人钓鱼或者游泳的啊，跟着水降水引到里面来，然后最终呢又流回宝清王大运河，整个循环33天可以的换一次水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西湖边，西湖里面呢在游览的时候，几乎是闻不到那种比较臭臭的味道，因为它是一个淡水湖。那么在早期的时候，西湖的水质并没有那么好，由于呢几年下来，我们政府也花了很多的啊精力财力。把它整治起来，才有我们现在那么环境那么好的一个湖泊，包括我们现在坐的船也是环保船，啊，它是用电的、电瓶的、电池的船。那么在这个坐在西湖的船里面呢，很多台湾贵宾会跟我讲哦，那个小青，我其实有一点点看得不太清楚，但是天晴的时候看的哈，看外面西湖的它怎么样，但是它又遮蒙了一个，另外一个是皇帝都是遮罪犯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时呢，乾隆生这边有很多去过北京，啊，北京有一个叫恭王府，啊，看珠宝，啊，其中有一块就是非常难得的珊瑚，因为康熙历代这个府治起的比较，那么我们讲到和珅，其实大陆拍的很多连续剧，按照标准来讲的话，和珅应该是一个身材在1.8米美男子，啊，而且是精通四书五经的话，应该说是各有千秋的，啊，但是他唯一的一点。皇宫里面有的那个和珅，那肯定有，啊，皇有啊，啊，那么你们知道那个和珅整个8亿3000万两，光白银，啊，我们现在就剩下200倍，大清国库十年总和，啊，大清国库的十年总和，啊，可以说呢，天下第一看就是他了，啊，但是下不见天，见大物，啊，
啊，特别啊，所以这边你们有没有那个一块钱的纸币啊的人民币啊，人民币的后面一块钱，那我这边有，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啊。这是中国的四大风景名胜的第三位，因为西湖的标志最低标志就是这个，第二标志呢是这个刚才讲9月25号是什么节日啊？啊，中秋佳节啊，中秋节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，还想得起来吗？那个叫有个山叫吴山，吴山上面有个景叫做月岩，在这边你看一下，我们所指的潭不是水，而是指石头。台湾的潭是指水，日月潭这个潭是指水，我们这边是指这个石头。那么它整个潭呈葫芦形状的，中间大，是两头小，外面呢用什么？以前用桃花纸，但是现在不用桃花纸，透气性很强，而且又很薄，它的透明度不会比桃花纸来的低。把那个圈贴在那个外个月亮，啊，那有些人讲33个月亮，或者说铜上片之后，里面灯泡通过这个外面的5个孔，它会折射到那个脸上，啊，3个潭，每个潭5个孔，3个潭是15个，15个又倒映在水里面15个，那就是30个天上的一个月。上次台湾有一些这个我想相信，啊，台湾有一首歌叫月亮啊，还有一首歌叫都是月亮的，然后月亮太多也不好了啊。当时中秋节要吃什么？中秋节要吃月亮啊，那月亮，心中有月亮啊。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照片，大家也是在苏东坡书名西湖以后设这3个潭呢，就是西湖中最深的，它慢慢的变成到后面的最深。那三潭一月呢？三潭一月，西湖十景其中一景啊。那在我们的左手边呢，我们会看到啊，这边有一座塔，这座塔呢叫做雷峰塔。啊，这个是雷峰塔，就是关那个白蛇娘娘的雷峰塔。那不叫雷峰塔吗？应该不是。哦，对对，它好像有倒掉，后来又重建的。是这个吗？应该是吧。是那个白蛇娘娘，白蛇娘娘是不是？啊，那么这个雷峰塔的上面呢，它以前的雷峰塔是专指法海念过了经文的经幢，所以呢，很多的当地人他传了。抽回来，用红色的布绸缎包裹起来，拿到自己家里面的供台去拜拜。是我六姑1920年的时候，就是想对等1000年下来不会倒，后来才会倒的。我们后面去的苏州的虎丘塔的年代跟这个塔的年代是几乎相同的，也是有1000年的历史的。但是后来我们挖掘了雷峰塔的地宫，挖掘出来很多的文物。那么后来又重建，当然我们也会去到这个塔的里面，进去之后你才会看得到以前雷峰塔的样子，古塔的样子，现在只留下了以前的塔度有71米高。啊，那么当时呢，塔倒掉的时候呢，我们当地大陆有分两派人，支持建的人说西湖有十景，雷峰塔倒了十景就变9景，它边上是西子国宾馆，这是一个什么地方知道吗？毛泽东那个他的保他的人身的安全各方面的就有那个危害，还有一个就是雷峰塔突出二的门只能绣花，绣花啊，只能做一些针线活。那么雷峰塔倒了，代表女生地位又一次的被提高了，国富倡导的三民主义对不对啊？那么如果说从一直在这一直在这，其实都很像，但是到了99年应该是不是一个新的，应该是要看以前的之前的。用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结束这一段的游览西湖，叫做《江南夜游览》。江南30月中旬桂枝绿，十分钟。好了，各位把你的贵重的东西带好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下船。下船之后的话呢，请。这里很漂亮。旁边有浸润湖的。我们要去了现在没什么雨也没关系，不用雨伞。那个要好多人吗？你。
杀人。快走！对，我说的不错。接受就想说。对，是吧？